这边吃到饱才80元，所以我刚刚花了500块跟老板买了一盘菜，这里面有超多鸡肉的。80块自助餐吃到饱，物价上涨的年代竟然还有这种超佛的店，老板真的赚得到钱吗？请带上256G 的胃，和我一起去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知道桃园哪里没有海吗？龙潭，因为龙潭 no sea。好，我们刚装完它这边的菜色了，看起来色香味俱全。它的主餐有鸡腿跟鱼跟东坡肉，先来吃吃看。高丽菜吃起来很鲜甜，水润又带一点脆。杏鲍菇，茄子，这肥肉超好吃，超下饭的。对，我们刚刚是在开门没多久的时候就过来吃，才进来没多久，店内就已经陆续客满了，看起来蛮多都是在地人的，会跟店家闲聊几句。接下来来到自己家里的厨房吃一样，鸡脖子炖煮的很软烂，咬一口就化开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鱼香肉丝配鸡腿。茄子配饭。茄子饭，茄子蛋，天要下雨，菜要下饭，这家店真的超佛的。你知道青蛙吃了什么会变哑巴吗？南瓜，因为南瓜。瓜，它很难哦，好多碳。我刚刚是夹了一轮他们的肥肉，鸡腿，我第一次吃这种菜，吃起来的口感蛮像地瓜叶的，然后有一点滑滑的，像山药那种滑嫩的感觉。是老板刚刚拿夹给我的鸡脚，他说这是他们每天自己煮的。我最喜欢吃鸡掌的部分。啊，谢谢。因为他们这边吃到饱才80元，但是因为我要吃很多，所以我刚刚花了500块跟老板买了一盘菜，这里面有超多鸡肉的，
还有豌豆跟高丽菜。那我把我的饭也加进去。我刚刚发现它这个下面还有小惊喜，有甜不辣。高丽菜是刚的升级版，里面有虾子，超大一只小虾。为什么花很搞笑？那个花，因为它有梗。对，这几个招都蛮冷。那你知道阿力博士在做博士之前是当什么吗？硕士。对啊。还蛮简单的。这个甜不辣炸的外脆内 Q， 加上一点美乃滋，绝了！汤里面有海带、酸菜跟猪血。汤相较于它的菜色的话，喝起来蛮清淡的。好，那我们吃完啦、啊，等下再去外面录结尾。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光拿三只鸡腿就已经超过80元了。老板真的是佛系经营，神仙价格，味道就是小时候家常菜的那种味道，很像在吃阿嬷做的菜，幸福的感觉。他的菜色都自己夹的，总共就有20几种了。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夹取，不管是大食量或是小鸟胃，都可以在这边吃得很满足。希望他们可以长长久久的拍下去。那喜欢我这一部影片的话，可以再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大家拜拜！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